那无论如何都要先走到那里。没用过多少招，太厉害。你好，熊猫十九。好了，我弄给你们。好，麻烦你。
上到一些广播宣传的时候，那五六个人来包围，邀请他们停止广播，其中还有人打开车门，企图要把他的妹妹苏军弟来拉出来。好在这次的包围形成事件，苏志芬呢，他率领的执勤队受到派出所前来协助，也要求的警方把凶手抓到。而警方传唤的男子到案中，是男子的手机被抓走了。来，小姐，你好，等一下哈。却没想到你成了被告。
你好，外送，请问可以停哪里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送十九楼居。姓许。许啊、哦。嗯。许明真。对。嗯、那个麻烦安全帽放这边。没问题。那一边按十九楼门口取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好。对。好。
哦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还以为你没听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谢谢。谢谢。